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听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7年5月4号，星期四，农历是4月初9。好，那么下个星期三呢，就是15了，希望大家多吃素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啊。下面呢，给大家呢有十几分钟呢，给大家说白话佛法。那么我们说人间呢，有舍才会有得。懂得了这个因果啊，你才会啊得到啊这个人间的啊一些财富啦啊名誉啦。那么你舍了多少啊，就像工作一样，工作就是种种子啊，你不种种子你就盼望收割，那这个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。所以自古说啊，君子乐得为君子，小人冤枉做小人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啊，你今天做了君子的事情，你最后非常快乐的成为君子；你今天这个做了小人的事情，你最后还会被小人冤枉。所以种什么种子啊，这个开什么花，结什么果。所以这个世界上要懂得舍啊，你比方说你舍给别人了，你要放得下啊。很多人舍啊，舍了半天说没有得到，那么难道舍了一定会得到吗？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因素，那就是助缘的问题。如果你机缘成熟，你舍得一定会得到。如果你机缘不成熟，可能得到的晚一点，或者你不会得到全部。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这个机缘是非常重要啊。有时候我们做人也是这样啊，我们舍了之后不能有舍的心，舍是不求回报的，因为我们舍了，我们种下了这个舍的种子了，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了。你的心如果常能舍，就是多多的种种子，那么你果报一定会现前的。所以这个善果就是收获。你想想看，你播种一次种子，可能你不一定马上有收获，但是你每天播种善的种子，你想想看你会不会有收获啊。所以要明白道理，学佛跟播善种一样，想得到这个善果，要想丰富得到这个丰硕的成果，必须常常播种。走在马路上看见那些乞讨的人，你应该知道这些都是没有上辈子和这辈子没有播种自己的善因，所以他们得到的是贫困果。所以看见别人这样，我们心就要引以为戒，心里要常舍啊，常舍。你有时候给他们一块两块的，给他们几毛钱，他们也不会发财，但是你这个舍心就在心中种下了善因。那么别人拿了你这个钱啊，他去做继续做坏事，或者装着贫穷，实际上这个是他个人因果，个人承担。而你因为你布施了一点点，你的心中就会有善根种下，
所以我们经常说，在这个社会当中啊，这个很多人家里啊是会有啊这个各种各样的灾难啊，包括洪水了、大风了、大火了、地震了、自然灾害了，夺走你的财运，或者有家有盗宅了、败家子了啊。但是要记住，我们只要种善因啊，这个善一定会报，恶就不会来。也要懂得一点，因为我们的寿命有限，我们不可能与我们拥有的财物长相厮守啊。啊，就是你如果有智慧，你就不会把世间的财物积累的太多，一到有一点财物了，你就拿去施舍，越舍越多，舍得快来得快。如果你说我现在很穷，我没有钱出来，那你可以先舍去你的很多的名誉和地位，你可以给别人啊布施微笑，布施啊这个让别人做了什么等等一切，因为这些很小的舍就是种下的福田。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它都是啊有一个时间的，如果你今天舍一点，明天舍一点，时间长了你的命运就会改变。如果你今天不舍得，明天不舍得，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我们今日之贫穷啊，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生中不知道舍得来的啊。如果我们懂得了，越是困难越要有舍心，等到你好的时候，你就会越来越好。居然知道钱不带来，生不带去，死不带走，那只要能够换回我们福德，换回我们命运的一种善缘，那么我们所拥有的这笔账啊，就是随缘而去，因为永远不会被你带走的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人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，很多人缺乏的就是懂得自己的因果。所以懂因果才能懂得怎么样来克服自己身上的贪，懂因果才能懂得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啊。所以要想好好的把佛法学好，改变命运，就要懂得舍，有舍才有得啊，有失必有得啊。所以一切都是由你自己种下的因，最后给你看到的果。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努力，克服自己身上的坏习惯，懂因知果啊，懂得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变得更有人间有福气，以后才能到天上去啊。下次再跟大家讲一讲啊，我们人应该怎么为人啊处事，还有就是让我们知道命运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好，下次再跟大家继续说白话佛法，谢谢大家。